好，等一下我会。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颜色，请你算出空白图形里的答案，并找出正确颜色。好，好简单呢。空白图形。好啊，等一下再想不出。快点，让他打完哦。哎，让他想啊，我们要给他一点点时间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这个图形里的算术答案是多少？来，听到哪里？像什么颜色呢？这我们上次就有做过了。我们上个礼拜就有教过这个。来，这个圆形窗户里面要涂什么颜色呢？等一下，我
so smart. 圆形和正方形的箱子里装了哪些篮球呢？他很认真在算。老师，我们一桌人家。